龙虾摆盘料理，超大尾鲟龙鱼切片铺得满满满，还有草虾透抽鲜颗，超豪华巨大海鲜盘一端出来太吸睛，客人先拿手机猛拍才舍得吃。龙虾熬跟手掌一样大，放进滚烫热锅，占了三分之一的空间 ，Q 弹肉质，大口咬下，好满足。肉质很 Q， 然后很甜，会比较 Q 一点，蛮超值的。台中火锅店一家一家的开，业者反其道而行，走高档浮夸路线，把活跳跳的三公斤龙虾直接变成火锅食材。三公斤的活体龙虾有多浮夸，我们就实际把它拿起来一比，将近有半个人的身高。去之前一定要先拍张照。再到一二三，还蛮惊讶的，会有这么大一只的龙虾，这样，然后跟我女儿一样大只。客人预定的话，三天前就要预定。每天限量三组客人，想吃不一定订得到，而且价钱也不便宜，一锅将近7000元。另外有火锅店走浮夸路线，推出超长肉片盘，抢攻爱吃肉的客人。五花牛肉片放在木质长盘上，一字排开就跟桌子的宽度一样长，算一算多达23片，搭配标语“谁能比我长”，完全相契合。好吃，好吃，很嫩。很好吃，超好吃。87公分的肉盘，那就是总共它排起来最好看，就是大概23至25片，它看起来觉得这盘肉很霸气。吃锅一年四季不退烧，全台火锅店超过10000家，台中业者走浮夸戏，要在遍地开花的火锅店中吸睛抢业绩。记者陈广瑞、陈思源、蔡敦莹，台中采访报道。